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夹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夹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刘文山他们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，急急忙忙地跑到伙房打饭。他们蹲在伙房的墙根里喝完糊糊，一人端了一脸盆开水回到宿舍。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，做吃的不方便，两个人就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。他们把兔子洗干净，把肚肠子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，然后在窑洞里点起火来煮兔子肉。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。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，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，可是烟大，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。肉快煮熟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。这香味儿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给引来了。他围着被当成锅的脸盆转，啧啧称羡：“哎呀，真香啊！哎呀，真香啊！你们煮肉了？”谁也不回答。他又问：“煮的啥肉嘛？怎么这么香啊？”还是谁也不说话。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，但是兔肉的香味儿太诱人了。他厚皮赖脸的在旁边坐着，伸着手烤火，时不时摸一下那口锅，又碰碰锅盖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哎呀，真香啊！你们从哪儿弄来的肉啊？三个人都不回答。艰苦的生活使人们的感情淡漠了，什么礼貌啊、同情啊、仁义道德呀，都消灭殆尽了，抛到爪哇国去了。但是，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52年毕业的大学生。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，他说：“啊，我们拾了2只死兔子，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。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，他们把药放上了，没毒死老鼠，倒把兔子给毒死了。他们不敢吃，就给撇了，我们捡来了。”陆成民不断的点头。对对，干部灶那儿是有兔子，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。哎，那些家伙，我们连汤都喝不上，他们天天吃兔子肉。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，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化为右派的。他是个南方人，由于离家远，进夹边沟之后近3年的时间，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，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。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22岁，但现在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，形同木乃伊。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，农场照顾他，经常干点轻活，否则早就没命了。
刘文山跟他说话，他的心里就燃起了一丝希望。他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哎呀，真香啊，真香啊！哎，给我一点吃好不好？”刘文山不说话了，他不想给，也不愿意给，但是为了推脱，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，那意思是，我做不了主，你要问他们。陆成民把脸转向了胡永顺，哀求地说：“老胡，给我一点来。”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草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们还没吃呢，你就想要。”张维让干脆地说：“走吧，你快走吧，我们自己都不够吃，能给你吗？”陆成民讪讪地站起来，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兔子肉熟了。三个人又撕又啃地吃了。吃完了肉，他们觉得骨头也是有营养的，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，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。吃了骨头，喝完了汤，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，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。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，也没有脱衣服，拉开被子就睡了。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，加上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，转化为热量，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。这天夜里，张维让没觉得怎么冷。这天夜里，下了一场雪。小雪，天亮以后就停了，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。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，侵袭了甘肃。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，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。人们都躲在地窝子里，或卧或坐。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，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上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，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，点火煮草籽儿。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，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儿吃。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满屋的人咳嗽不止。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，但睡在门口的人就大骂起来：“你要把我冻死吗，虾熊？”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，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，几十个人这才不至于冻僵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。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，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。挨过了白昼，寂寥的长夜降临了。晚饭又是一碗清冽冽的豆面糊糊，飘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。喝完了糊糊，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，脱掉穿在外面的大棉袄，准备睡觉。这时候，
他听见外面有人吹哨子。尖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，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。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。刘文山躺下了，他心想，开会就开会吧，就躺着听吧。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，开会时就躺着，队长也没说过啥。和往常开会不一样，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，还有一些不熟悉的人，其他分队的一帮人，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，多了几名就业人员，就业人员手里都提着麻绳。刘文山的心里一惊，又出啥事儿了？又跑人了吗？怎么这样大动干戈呢？人多，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，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，好腾地方。人都坐好了，大家也都很惊奇，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，有人低声交谈，嘿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后来管教科的袁干事走了进来，人们突然静下来看着他。宋新亭说，现在开会，请袁干事讲话。这位袁干事叫袁志明，二十几岁，还是个青年娃娃。右派们当中传说，这是个共青团员，武都人，他刚刚结婚，女人也是武都人，很漂亮，但没有工作，住在加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。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，就是追捕逃逸者。袁干事没急着讲话，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。让让让让，这块留出块地方来。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边挪动，引起了一阵骚动，但很快就静下来了。人们明白，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，不知道谁做下错事了，要倒霉了。袁干事开始讲话了，他的眼睛细小，但眼睛很亮，说话的口气很硬。在我们二战，有些灭绝人性的人，惨无人道的人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意在强调、警示，引起大家的注意，然后说：吃人肉，他们从坟滩上挖着吃。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人肉！人们都惊了一下，下意识的呀了一声，然后又都寂静无声了。刘文山也非常吃惊，而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。加边沟的劳教分子 50% 是读过大学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，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、猪狗不如的事情来吗？这时候袁干事喊了一声，出来，吃下人肉的人站出来。没人站出来，会场鸦雀无声。没人站出来，怎么胆怯了吗？人肉都吃下了，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？还是没人站出来。袁干事的脸很严峻，这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，
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，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：“哎，还真不站出来呀？怎么，要我点名啊？点了名才站出来呀？那好，那我可就点名喽。”他突然把眼睛一瞪：“张维让，站出来！”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，原先是坐在门口的，后来被轰到里边，坐在刘文山的旁边。听见袁干事喊他，先是怔了一下，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：“袁干事，我可没吃，出来！袁干事。”张维让还想辩解，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，泥脚踩到地铺上，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。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，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，脸色也是红润的，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，身体筛糠一般的哆嗦，他的嗓子发出了哭腔：“没有啊，袁干事，我没有吃人肉啊。”“没吃？你个驴日下的，不给你来点厉害的，你还嘴硬不承认，捆起来，给我捆起来。”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，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，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，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，手心对着手心。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，他的嘴里喊着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吃啊，冤枉啊。”他挣扎着不叫人绑，把两只手给挣开了。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，似乎很是气愤。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，正踩在小腿肚上面的腿弯处，他扑通一声跪下了。就业人员就是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，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，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面早就完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。张维让还在喊：“冤枉啊，袁干事，我没吃人肉啊。”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子头，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，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，两个人同时一用力，唰的一声响，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。啊！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，他再也叫不出声来了，像是断了气一样。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，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，他的胳膊不知道是哪个关节咔啪啪响了几声，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的喊叫声一样叫了两声：“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”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，放了手。张维让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。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，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，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。但这个时候，袁干事又喊了一声：“胡永顺，出来！”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地窝子深处，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，由于地窝子很大，灯光照不透里边，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，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，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。怎么，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耻的事？他看不见胡永顺，但是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：“谁说我吃人肉了？谁说我吃人肉了？袁干事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你拿出证据来。”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，
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，他不是辩解，而是质问。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，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，说话粗声粗气的。袁干事说，证据，当然有证据，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，手里拿着铁锨。胡永顺从地窝子那一头走过来了，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大声地说，胡说，昨天我和刘文山、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，我们就没去过坟地，谁揭发的？你叫他站出来说。干什么？叫揭发的人站出来，你想将来报复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都调查过了，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，一条腿没了。腿没了就是我们吃的了，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。哼，老子？你还满嘴的老子呢啊？你狗日的嘴这么硬，老子也告诉你，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，我们煮的是兔子肉。兔子肉？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？那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？我没看见，有人看见了，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。说到这儿，袁干事回过头喊，拿来，把盆子拿来，叫大家看看。这时候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，袁干事接过来，一只一只举在风灯前，朝着右派们说，看，大家都看，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呢，这不是证据吗？啊，胡永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那是兔子血。什么？你还在抵赖啊？铁证如山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抵赖？给我捆起来！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，扭的扭，踩的踩，把胡永顺踩翻在地。胡永顺起先是大骂，狗日的，你们捆我，你们敢捆我，但接着就惨叫不已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妈呀。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、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了起来，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辨，刘文山吓慌了。他在心里想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怎样才能讲得清楚，躲过这五花大绑的厄运？